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超有趣的超萌公公秀。话说秋天慢慢的来了，团子们的活动量也开始增加了。不过总有团子不想运动，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，我们就要动之以情，要和团子好好聊聊。不过能不能行，就看团子的心情了。实在不行，那就需要动之以美食，比如这样。不过，想让团子运动，还有更加有用的一招，那就是启用大批鲜美的竹笋，比如这样。为了让小团子运动起来，奶妈还用上了小道具。当然了，奶妈还是想到了很好的办法，带着团子们运动起来。